hey, 吃不胖的小姨妈来喽！所以你天天宅在家里真的是嘴好馋呀，就想吃奶油蛋糕。那我们就自己动手做一个吧。从哪个颜色开始做起呢？今天我一定要做一个你们都喜欢的颜色，我猜你们肯定喜欢蓝色，对不对？那就先做一个蓝色的底。哇，其实我也喜欢蓝色。看看我做的奶油好不好看？哦，这可是我熬了个深夜专门做出来的奶油呢。哇，饱满又不失格调，真好看。哎，这里都变成绿色了，再来一个什么颜色呢？快帮我想想。黄色，金牛抱吉祥，怎么能缺了黄色呢？哇，黄色在这里吧，这也太好看了吧。你知道黄色和蓝色配在一起会是什么颜色吗？评论区告诉我哟。哇，太好看了吧，一点都不许浪费，全都放上去。哦，那么最上面我们放一个什么颜色呢？快快帮我想一想。嗯，那就新的一年祝你天天开心，好运来，来一个福星高照大红色吧。哇，开始喽！看到这个视频的你可一定要动动你的小手指，点亮点亮再点亮，收割那个美丽和幸福的自己。2021年必须要快乐，必须要开心哦。我们再放点什么吧，放个金豆豆怎么样？你说放在哪一层呢？来我看哦，我觉得今天做的简直太整齐了吧，放在这里，一哒哒，二哒哒，三哒哒。好，关注我，下个视频我们一起来爆它。